哎呀，把纸都搞烂了，妈的，不搞了，不管它了。温度太高了。不是不是，纸我刚好装一下，把它装烂了嘛，把那个纸。不是温度，倒不是温度不高，温度也不高。就这个纸啊，把这里撞烂了，你看纸撞烂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你还是看不。